现在去青岛拍我的唯一认可的爱的 MV。 这个 MV 是有大量的外景，但是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青岛可能受台风影响会出现降雨的情况嘛，大概率降雨，所以希望不要下雨。 MV 其实从很早就有计划去拍，因为这首歌很早就录完了，是第一首录完的歌，然后变了好几次时间，最终协调下来。手放上来，然后你把你的手放在他的手上，来，准备，好，开始。我引线拿走，放在旁边，我把箱子弄过来。吃一下，不要讲话，不吃一下。好，来，开始。不要讲话，只要笑，用笑去代替交流。好，来，对，好，开始。
是。不要定好，不要瞪好，不要看镜头，好看镜头，看镜头，看镜头。像不像只蛤蟆？好了，去吧，拜拜。心情愉悦，在海边老舒服啊，风也不在，就是风有点大。跟你说啊，工伤，这双鞋是工伤，由公司赔偿。在工作的时候，我受伤了，也是公司把我送去医院。公司受伤了，也是鞋受伤了，也是公司把鞋送去医院。
今天刮台风，所以很多戏都改成雨戏或者是室内了。你逗他笑，对，然后有点笑的就是各种夸张一点，然后走的比刚刚再快一点点啊。好，来准备，好，来看镜头。看他的时候脸再多转一点，把侧面多给我一点。是我们开始先走两步上来了，然后你开始问，开始给你工作，就是没了就是清醒一点，不要一个太晚的话。我拍李文翰，你看他演就行，不要他演。好好好，开始。100%的降雨几率，所以把很多戏都改成雨戏了。我们再接再厉，再创辉煌。到了吗？这里开始啊，开始。就是一个状态，你再给他们就是讲一些工作就可以。我叫他们来开会的吗？小组长。旁边是领导，旁边是领导。预备，开始。等一下。旁边稍微点点多。
们服务员是个艺人，他们服务员都在看着。今天的最后一场戏在 KTV。我觉得这次拍的心里没个底，因为一直在下雨。但是我觉得毛不是导演拍的很美，画面真的很美。的放心要怎样再不流失再不能再流失霓虹下你的影子那么美我感觉我的心在动你慢慢靠近耳朵说了句 baby 我闻到你的香味今天是拍摄的最后一天，今天还有打篮球。别人看了，画面。还行。啊，海边那些他们大家都说绝美。是吗？因为他们说就是因为台风天那个浪才打成那样，然后那个烟花才会飞起来。你看，我就故意挑选台风天呢、啊。说话然后笑得很开心八秒的转头对好来3、2、1耶、yeah!
以李文翰为中心，在那边稍微跑一下，小距离的。对到那个栏杆边啊！加油！开始。跑到那边，然后喘气，接你昨天那个跑的。对你想象中，是我想象中，他想象。我想象中。好。开始。这边穿。不穿不穿。来来。开始。好，开始。或者你哪怕拉着它转也行，就是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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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手一个手一个手，我们不是你的闺蜜。靠近我一点，好，好，差不多这个距离，你就控制跟我们车速一样了，靠近一点，上，冲啊！对，就这样，好，停。